玉米，世界上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。这是甜玉米，就是玉米罐头看到的那种。今天会带各位完整运用到整根玉米。西芹、洋葱、红萝卜，煮高汤必备的三宝。黑白胡椒原粒可以在中药房买到，月桂叶也是每次都会用到。只有身体部分的鸡骨也叫鸡骨架，现在超市都买得到的，一般传统市场可以跟阿姨说你要给卡拉，有些地方的阿姨会把脖子一起给你，叫你回家得再加工一次。之前蓝丝可的用完了，那我刚好又在烘焙行看到正在特价的发酵奶油，就买来用看看，记得看清楚标示，要买无盐的哦。早上刚拿到家的鸡骨，打开是长这样子的。可能是我没有交代清楚，我只跟阿姨说不要头，但她连脖子也给我了。那好吧，我就把它完整利用了。这是阿姨的爱，不要浪费。把末端黄色脂肪都把它割除掉，跟肉色有蛮明显的区别，这个蛮容易辨认的。把鸡皮划开，一手拉着皮，用刀尖把筋膜划开。使用刀尖时要把食指延伸出来，才可以增加刀尖的精准度。像这样子慢慢划开，就可以把鸡皮完整取出了。熟练一点的话，可以把鸡皮往后拉，刀子贴平往前推，一样可以把鸡皮轻易的取出来。脖子跟身体的交接处有个 V 字形的开口，左右各开一刀，就可以把脖子跟身体分开了。脖子那一侧黄色的部分是鸡的胸腺，它可能会让你的汤变得比较浑浊，尽可能把它刮除。从关节处下刀，再用力把它压断。当然你要另外拿剁刀也可以。好了，将脊骨就整理完了，接下来进行穿烫，把大部分的杂质去除。这边就没有事先烧热水了，因为用冷水煮才能把温度从食材内部一步步提升，进而把杂质都煮出来。相反的，如果从滚水开始煮，外表会瞬间变得紧实，内部的杂质就不易排出。加个两片酱去腥吧，调整一下食材，尽可能没入水中。趁着水滚之前，我们来备料蔬菜。洋葱头尾切一点起来，把比较老的皮剥掉就好。煮高汤的红萝卜其实头尾可以不用切，我待会会再一起丢下去，把它对开切成大块一点就可以了。西芹切个一匙就好了。这个葱也是买菜阿姨送的，一起下去吧。上次做萝卜泥剩下的白萝卜，这个我曾经跟到一位主厨，他的高汤里没有加白萝卜，但我觉得效果其实还不错，所以我这一次就一起丢下去了。除了基本的洋葱、西芹、红萝卜之外，其他蔬菜都可以自己发挥。像之前我也看过有人丢高丽菜，味道还不错。水滚后转中火，持续煮个3到5分钟，把杂质都煮出来。这时会看到旁边的泡泡都充满了杂质。这锅有点满哦，整锅拿去倒有点危险，所以我这边拿一个容器把鸡骨夹出来。取出的鸡骨放到水槽下，把杂质都洗干净，多换两次水。先把水槽整理一下，待会要倒热水了。一样把冷水开着再倒热汤。之前节目中有讲过了，如果你家里的厨房装的是软管，大量的热水下去很可能会让你的软管发生不可逆的变形。变形还好，如果破掉当场流出来就GG了。趁着锅子还热的时候倒一点水，先用长刷把大部分的油垢先刷掉。记得不要一开始就用菜瓜布，那会把你的菜瓜布摧毁掉，洗什么都是油的。等大部分的油垢都刷起来以后呢，再用菜瓜布仔细的清洗一遍。洗完记得一样上炉台烘干哦。好了，煮高汤的鸡骨跟蔬菜都准备就绪了，一次都倒下去吧。还有月桂叶、白胡椒，黑胡椒不用太多哦。百里香，如果你只有综合香料也可以，来个一瓶盖就好。我以前在一个老外的食谱看到有放宫丁香。老实说，结果我真的是不太习惯这个味道，就当我踩一次雷给大家看吧。大火煮完再转中小火，开一点盖是为了防止过度沸腾，计时2个小时。如果你真的赶时间的话，也不要低于1个半小时。玉米剥掉外皮，然后在水中清洗一下，顺便整理一下外观，把有压伤的啊一些烂掉先把它去除掉。高汤也要顾一下，滚的时候转中火。开始处理玉米粒，会建议各位放在容器里面切，不然会像这样子。没错，它会到处跑，到时候整理起来很麻烦。手指贴着刀面，刀贴着玉米，慢慢的往下切，像这样子，尽可能贴平一点，那也要拿稳，小心手指不要切到。熟练的话其实还蛮快的，一刀一次就下去了。
那假如真的没把握削不干净，也可以在事后慢慢的修，把可以用的部分尽可能的修下来。或者真的不好握，也可以像这样子从中段开始下刀，另一边再反过来把它修完就好了。玉米刨刀我就不太推荐了，除非你使用率很高，不然给定得。好啦，五根玉米都削完了，而且是免费的，超爽的。用刀尾砍进去掰一下就可以把心砍断了，或者砍一下用折的也可以，手令的话就像这样子砍一下就折开了。这些玉米心很重要，待会熬汤用的。浓汤的配料我们准备红萝卜、洋葱跟大蒜。红萝卜跟之前的红萝卜浓汤一样，切大约 0.5 到1公分的厚度就可以了，这样差不多就够了，大概半条再多一点。洋葱这些切下来边角料待会也可以丢下去熬汤，我们切大块一点没关系，待会还会再打锅。大蒜来个两三颗就可以了，去头把它压开再去皮，大致切片就好了，不用太薄没关系。好了，玉米浓汤的配料也完成了。好，时间到，开始进行过滤吧。先用细的滤网把清汤上面的香料滤掉，如果你手上有大一点的容器，拿起来摇会比较快一点。摇到看得见汤料的时候，就可以把锥形过滤器拿过来了，连同汤料一起舀进来，让它慢慢滴。可以稍微施加一点压力没关系，但是不要太大。剩下一点点就可以直接整个倒进细的滤网里面。好了，这样子鸡高汤就完成了。这个版本的颜色跟味道就没有像上次煮洋葱汤那个版本这么的深。开始正式进入主题，奶油照着刻度切下来，大概30公克左右，跟以往教做浓汤的方式一样哦。冷锅开始把奶油化开，先把红萝卜丢下去，炒到奶油变成金黄色，充分释放出胡萝卜素，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把洋葱跟蒜头都丢下去吧，炒到大部分都透了，就可以把玉米丢下去了。到这一步为止，除了红萝卜以外，其他其实都可以直接水煮。那为了让各位看到所有流程，所以我就全部演示一遍，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还有状况去做调整。炒到有玉米的香味，并且压起来感觉有熟就可以了。好，开始注入你辛苦熬煮的高汤。真的没有高汤，也可以买市售现成的高汤，甚至你直接加水也可以，你做多少味道就有多丰富。还有刚刚削下来的玉米心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丢下去了。装玉米的盘子别忘了用高汤洗一洗再倒回去哦。好了，这下我们的高汤又有更进一步的玉米风味了，这很重要哦，特别是你没高汤直接用水煮的人，这是你唯一的救赎了。大约煮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关火把玉米先捞起来了。好，稍微放凉一点就可以来打了。今天我用的是果汁机，如果各位用搅拌棒也是可以，这一次的量比较多一点。这台是歌林的果汁机，确切的型号我也忘了，因为买太久了。它的优点就是功率非常大，有1500瓦，但是缺点就是非常吵。如果放在餐厅用还可以，但是作为家用我就不太会推荐了，因为会吵到邻居。仔细观察没有看到颗粒悬浮就可以了。看上去相当不错。建议各位打热汤要分次打，一是会影响效率，二是有喷出来的危险性。好，全部打完的状态像这样子，其实这个状态已经可以喝了。那如果要让它口感更好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过滤。那这个步骤就有点乏味了吼，因为浓汤非常的浓稠，而且还带有玉米的外皮，你必须要用细的滤网还有细胶刮刀在里面不断的搅拌，这过程非常慢，但是如果有耐心，这个结果会是相当好的。好，那过滤出来的东西长这样子，接下来就跟前面一样的，一样的朴实无华且枯燥。我带你们看一看成果吧，有过滤还是有差吼，看看过滤后的质感，跟少女的肌肤一样光滑。上炉台进行调味吧，我用这个是细胶的打蛋器，用这个对铸铁锅相对比较友好。照惯例调味前先试一下原味，玉米倾向于甜味，所以待会调味还是以甜味为主轴。这种浓稠的液体千万记得要用小火煮，不要让它大滚，中间微滚的时候就可以转模火调味了。我先下一瓶匙的盐，还有2匙的糖，
搅拌均匀后再测试一下味道。我觉得这一次的方向是对的，就照这个比例再放大吧。再下一平匙的盐，两煎匙的糖。搅拌过后我们再测试一次，所以我总共下了两平匙的盐，四煎匙的糖。非常好，完全正确。接下来就加鲜奶油吧，在未知的情况下可以先淋个两圈再来试看看味道。这味道我能接受，可以再来一点，再淋个一圈就差不多了。完美，我觉得这样刚好。这一罐是200ml，我倒了三分之一罐，所以大概是70 ml 左右。好啦，一道超质感的玉米浓汤就完成了。这是一道入手门槛相当低的料理哦，可以依照食材或制作过程变化出不同的风味。素食的朋友可以把荤食的食材拿掉，也不影响风味哦。